许多地方比较起来，台湾实在是个精彩而丰富的海岛。从东到西，它跋升了3952公尺，从南到北，它跨越了北回归线，拥有高山密林、急流深谷、平野田畴以及湖泊和海洋。如果说台湾是个奇迹，那么在开天辟地的混沌岁月里，一定有个充满创意的雕刻师，在历经8000万年的雕塑之后，才斧凿出这样一片变化万千的大地。而这座精美的天地杰作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？大地的脉搏将引导您去认识、去欣赏这些特殊的地形景观。我们将从乡土科学、地球科学还有环境科学的角度把它介绍给您，让您更深入地了解我们的家园。在我